从面粉和水的比例到温湿度的掌握，全麦总经理罗盛德投入机械烘焙产业亲力亲为，除了经历过去繁琐制程，更源自于一颗爱吃面包的心。它这个是有生命的一个制程设备的部分，想说这个部分来研发，配合一些师傅或是配合一些老板，把这些机器把它自动化，让它节省一些劳力的部分。2016年领先业界首创双扭转钩搅拌机，透过离缸式及可拆钩式油压系统，能精确搅拌，减少耗能，符合在连续生产线上的应用。台湾平均每天的吐司用量高达50万条以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中70%以上都是来自全麦企业的吐司生产线设备。除了吐司，更规划热狗面包、汉堡、面包屑等6种生产线，协助国内外多家知名烘焙业开店与建厂。此外，更在嘉义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新建厂房，建构太阳能发电节能系统，还设有烘焙实验教室，为海外市场需求做好准备。我们应该会在研发一些新的设备吧，节省人力的部分会再做一些努力这样子。烘焙教室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有的一些设备，我们会放在里面，然后教导烘焙业的先进，他们一起来创造新的产品这样子。经销商遍布5大洲，全麦未来也将持续研发新品，要用最小的时间人力成本创造最美味的面包。工商时报陈佑嘉、伊丽婷台北采访报道。